大家、啊、晚上好，大家好。今天同样我们邀请到哦，我们新竹市长候选人。这一次我们新竹市呢，选战规格呢，在新闻上家都家知道，跟全总统差不多了。今天欢迎我们的林根仁林大哥，来，林大哥馆大好，大打个打个招呼。好，馆长好，是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卡北洋公会起立，好三林，新竹人林根仁。OK，那我们先我们先讲一下，就是你可以跟大家自我一下你的金履历吧。 我、哦、出生在新竹，成长在新竹，打拼在新竹。嗯<是>，啊，过去退伍了后，後是，你你讲男子汉哈，哦、是是，大伯囝一定要切一个好出路。退伍唔特别做啥呢？哎、欸，自己在思考说，找一个自己可以当老板的工作。OK，想啊想，想做、啊啊、行的哈、哦。后来想到一个说，一台洗地机跟一台吸尘器就可以当老板。<是>欸 那就来试看看哈、喔，是是是，一坐下去觉得很好玩，嗯<是>，就开始走，这从那里开始，OK，哎、欸，自己开公司吗？自己开公司，OK，所以很很多人劝你说话，啊，讲、啊、你要创业，其实我这是白手起家，任何事业都可以自己创。你看你是不是很坚持？如果你能坚持，你就会有有前途。是是是是你不坚持的话，这个半路就半无法多做，<是>人讲气病，他跨骨的人的哈，也、喔、骨的人的。嗯嗯嗯 我们就坚持做到现在。OK，是。那你在地议员已经当了多久了？我二十六届二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议员身份，<是>所以相对的对新竹非常非常<對>非常熟悉，非常熟悉。OK，大小马路我都很熟。OK，、哎、那为什么人家叫你这次大家叫你边缘人、啊？何市长公、欸。何有一市长公。做事的人哦，就是边缘人。不是做事的人呢、啊，声量本来就不大。 哦哦哦哦哦，OK，了解。意思就是说，你说你是一个努力在打拼的，是是没有没有在进，没有在博这个大家的眼球啦了，没有在做秀啦，炒做秀，没有在做秀了。哎，OK，是是。是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新新竹市长选举很激烈。你主要的证件，我们刚才讲一个，因为你的证件也很多，我跟大家讲，<對>他的证件也是超级多，哦<對>。两页、喔。<對>你可不可以剪刮一下？你主要。 最想做的几个部分，大略的是这样的哈。我们我的市政主轴是轻、uh，哎、huh.，舒适减压哦，舒适减压。那大家要历史是舒适下面尾哈，嗯，就是这。那我舒适就是说要让你住的地方宜居宜住，好，我们从啊住的环境是不是安心啊？是不是治安好、公安好？嗯，哦，便捷，交通是不是很便捷？是，你生活机能是不是很便捷、uh？哈，质感。 是不是有那个质感？打开龙泽、新店、旗旗科技、首都科技城。嗯、是是是。但是你真正住在新竹市，过去几年来有真正的质感吗？嗯、哦，那再来就是教育，新店朗哦对，囡仔教育足东西所以你教育一定要有好的就近入学的，或者是公托、邻托、哦、这个都是未来教育。那你的邻托是什么概念？什么叫邻托啊？啊邻托就想我新店朗年轻城市。 有很多那个年轻家长，欸、年轻父母哈、喔，从外地搬来是，那你的父母没有跟着来，就在住在别的县市。那你有小孩了以后，哎、欸，北部需要要去要回去的，或者是要像办什么，突然要办什么事情，那小孩子你要投给谁？临时性临时性的，性的不是那种公托我去注册，然后跟他讲，欸、對對他是临时，临时性的，对。 所以政府想要做一个临时临时性，是说<魚>、哦、我因为你现在突然有事是，啊，你要把小孩子放在哪里？OK，托给谁，<是>你才放心。哦、uh，huh、啊，监护办呢？啊，政务办的临托一定是有一个规模，有一个制度。嗯，哦，一定会保障你这个孩子送来这里没有事。所以我们要设临托中心，就是这样，好、哦、让父母放心。 哦，在各地新竹大小县市各地都会。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说三加一，就是说我们新竹的行政区有三个行政区：东区、北区、江南区。我们希望在每一期都要设立，都要设啊，更要设夜间临托，也希望半夜哎，就是晚上的晚上晚上的时候。对对对，了解了解。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主打对吗？当然是这个是哦，比如说你住得安心哈。嗯，那我们新竹。 算是一个年轻城市，相对的哈、哦，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因为有些加班呐、啊、延期加班呐、啊，或者是不这个责任要搞到很晚。那我们希望从老人、老人家这一块先把它照顾好。那新竹市还有在发放老年津贴，哦，那我们希望从他现在的办法是说，你户籍进来九十八年一月一号。 现在的话，那我们未来我林跟人当选，我们要放宽标准，好让更多人来领到老人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新竹说的放宽标准是让年纪下修还是,是？不是不是六，就是说你户籍进来，以前我们现在我们现现阶段的是呵呵呵你九十八年一月一号呵呵呵搬到新竹市的<是>才可以六十五岁以上，嗯<呵>，才。 才有领，所以想放宽就啊，放宽就是说你，你比如说，你九十八年一月以后以后的九十九的搬进来的，一百年搬进来的都算。我们现在想要放宽到一百零一到或者到一百零三，因为这个也就是说，我现在登记未来要多久？本来是多久？本来是说你 9, 要三年还是年？不是不是不是，是是以前的标准是说你搬，你搬你九十八年一月一号以前搬进来的才有才有。才有 啊，其其他没有，其他没有，你后边搬来，搬来都无啊，拢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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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啊，那无合理啊，合理。来，弄来弄老大人啊，是，啊，这样人家也不愿意去去去住你的城市啊，对对对啊，所以讲我们希望说，啊，你啊，你一要是一百零一年搬你来哈，啊，是讲一百零三年搬，因为我要考虑一下那个财政的问题，是，那在三到五年来考虑，是，来再来再来评算一下，是是，好，这样子，OK，哎是，那你所谓的这个八大愿景。 打八大，八大以前是，我们现在是说哈，新竹市大概让市民最不满意的就是交通问题。嗯嗯、那其实交通交通就是在科学区那附近的交通，啊，科学那交通不是单单一个新竹市可以解决，挨个<是>新竹县是，新竹市是科学区，三三个单位来坐下来好好谈，哦，因为因为按你理，嗯、你从慈云路。 慈云路往北走，连接到新竹线、志强北路、志强南路，那往南走就是到新竹科学园区。嗯、<哼>那你新科学园区一塞车，就一直塞到竹北。好、哦，那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你科学园区里面的，哦，他个、他个、他的，因为它园区里面以前是一期盖完，再盖二期，再盖三期，但是它没有引流。 哦哦，哦,哦，你要去二期的人，已经必须经过。反正就一百公一条路了嘞，公就一百公一条路，所以塞车一定是这个是常态，所以一定要三个单位坐下来，大家要来讨论过。那你觉得要怎么做呢？我觉得是说，你坐下来以后，要多几个出入口，那车流要引流。哦，你减少那路口的红绿灯的停留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三三项三个路口可能要停了。 一个三十分钟就停九十分钟，你把它变成两个就停六十分钟，相对来说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哦，这样用这种思维来，来让这个车流量转，那动比较快一点。对对，哦，你转个弯，你就引流别的条另一另外一条路进来，那大概这个赛车的时间就没就就没有了。对，了解。而、哦啊、我郭伯雄讨论那些老人今天那个事情说。 因为我们要放宽标准之外，哈，然后我们希望重阳节啊，要两千块提升到三千块、嗯，两千块提升到三千块，哦，让真正老人家哈，长辈哈，有有有有有得铁着铁着这政府给他的这个哦津贴哈，伊都不会跟少年的讲哦，因为以前曾经花钱一直，我生那个我我今年我记一个决定，嗯、<哼>就是把它停停停了，停花发放发放老年津贴。 阿因、啊、老爸定来给因囝讲哦，哦，阿、啊、这市场哦，阿老人真嘞无法无法，因囝哦互伊还阿讲哦，无安尼啦，我三千块我行你啦。因老爸讲啊，你要安那三千块用我，伊讲哦，我叫恁孙买去补习吧。啊，老伙啊，阿那老伙仔讲啊，免免免，哦，伊当然提回来给孙迄孙买补习的。所以这个我们觉得每年老人家发放三千块的津贴，对。 这个长辈真的是有尊严、啊、是,是。哦，所以我们继续要发放。那当然要小孩子的哦，你说老人照顾好，小孩子也要照顾好。那小孩子是说，你零零零到六岁要怎么去帮年轻人，帮他让孩子哈，也当起多汗。因为问新界人什么，过去哦出生率很高，现在出生率低于外来外外来外面搬来搬进来的人口的成长啊啊、哦，以前是。 出生率的成长很快，大于搬进来了。现在是已经黄金交叉里面啊，哦，搬进来的比出生率还高，所以你一定要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小孩感。那你年轻人结婚生小孩这部分，那我们现在大哥，你的想法是，比如说今天，比方比方我们有鼓励第一胎一万五，一万五，好、哦，两第二胎两万，两万，第三胎两万五，两五，哦、啊，双胞胎五万，三胞胎五啊，三胞胎咋万。三 所这我你来未来我是艺术讲，淘气天要提升，鼓励你升能万五，哦，第二天三万，第三天可能五万，哦，多升一点，多升一点，多升一点。OK，OK，<Okay. Okay. S 1> <laughs> 是。那那对对于居住的方面跟其他的走向，<coughs> 年轻人需要的，比如讲说就业机会啊，对，然后这个经济的流动率啊，<是>然后这个。 居住正义啊，是这个林大哥有什么看法？居住正义，我们希望是说，因为 t e 这个林之间他八年来啊，是,是他说要盖一千五百户啊，嗯、结果啊，现,現是零嘛，<現>是零，是刚开工而已嘛，这一公在动工了哈。哦哦、那因为我们在新竹市未来，我们我们希望盖盖三千户的青年住宅，<是>那百分之二十做就呃社会呃在三千户的社会住宅，我们百分之二十做青年住宅。 那为什么要做青年住宅呢？有两个行业，你你可能你都很现请说警察。警察是。警消，警消。现在少子找子化啊、哦，你各县市一定这些人都是专业人士。是。你一定要诱因，他可能以后毕业以后啊，外面前面对积的关系，哦，福利比较好，哎、欸，你就要你要去找这些人来。所以你是意思就是说。 希望警察、警校，哎，他来，他毕业以后，我提供哦，这个青年住宅给你住。警察、警校，嘿，警校哦，诱因大一点，是啊，他就会写想说，哦，我的薪贴是会不会起尊？是，我就是还那个租金，呃，那个因为其那个警察、警校是有配宿舍了，但是做最少年的不会住宿舍，对对，一律去哪个租出嗯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种青年住宅。 两房就好，OK，让你来住。那今年住宅要怎么样的去？哦，比如说我只租不卖，哦，租不卖，只哎，走走，你整泥是，让你存钱存十年。Uh huh. 哦你对两个房嘛哈，两、哦、房就是让你存了十年。那、啊、你结婚以后，哎，结婚可以各各理财多。那你有小孩可能住就比较小了哈、哦，你家房间那空间比较小，你可能要搬出去了。啊，我的爱好你，可年你,你搬出去，赶紧去买一厝。 我哋牵着你年来维持相处，哦啊，让这年轻人能够来新组服务，相对的这样子。哎，听说你你你这个跟他们一样嘛？他们现在有这个教育七组轴。那刚八大愿景，你很多没有讲完，比如讲说，哎，县市合作是你刚刚有讲的，對,对交通嘛，对科技廊道翻转未来城市这个部分。这个我要我跟你报告啊、喔，是，因为我新的熊山去土的 占了新竹市大概一半的土地，香山，哎，香山是那香山的北边刚好是新竹，你也是香山的，我爱香山车新颜哈。嗯<是>，香山有两两个交流道理在。哈，然后它北边刚好有一个新竹科学园区，南边有一个竹南科学园区。那过去新竹科学园区跟到竹北哈，新竹官府一起那时候都是靠是靠要没开发，没开发就会成就竹北。 就是这就是这样，因为这里没有开发，所以竹北开发的很快。那现在有一个相对的问题是说，我电缆科学园区落去，是我香山无开发哦，嗯，变开发苗栗桃婚。那新竹又变边陲地带，这是广苗栗那边去。对对对对，好、uh huh. 喔，那我现在希望是说，从新竹科学园区跟竹南科学园区开辟一条科技廊道，哦、喔，这条道路搞开了去，那我们连接两个园区。 啊，连啊，加那个串联这个两个交流道，让这边变成一个廊带，嗯、啊，廊带以后延期起码土地就了嘛，所以台积电刚最近才发展在宝山过去。是是是。那你你你要要诱因让他们到新竹这这边来，哦、喔，我是讲艺术工，把这个产业移到这边来，然后移到这香山这边来，就会带动新竹这边的发展。所以给给科学机。 造就了新竹市的四十年龙井，我们希望从这个地方再造四十年的未来。哎，对，好。那你的科技交通跟你的现市合作，打它两个都是交通问题。你的科技交通，你的智慧交通是要怎么去执行？是这样，这样。我们现在的公车哈，嗯，公车大众运输才差不多剩下百分之六到八而已，嗯，相对的低，嗯。所以你现在为什么大家不去坐公车？嗯。 一零万几块新竹市的土地，点对点，他们也讲找找文件，所以新竹市的机车数啊，我这里的四十五万人哦，机机车数二十八万，我当调到外，哦，他刚能调到红边啊。嗯，好、哦，那所以你调到红边，所以新竹市的都市计划还停留很多地方都停留在日本时代的都市计划，嗯,嗯嗯，所以路湖比较小，啊，你 o 我都爱追，作追。其实桥都不唔是讲，即桥都安全不好，是因为咱无规划。所以我们应该想，要让路湖空出来。那你，你路湖要空出来，变安呢？赶紧解决摩托车、机车的问题。你要盖机车塔，平面的变成立体化，然后大众运输接来接轨。新的嘅，比讲咧，新的是东大陆、北大陆、南大陆、西大陆。 这是一公里平方，这是老区、老区、老的、老城区、旧城区，就一平米建方哈、哦。那你如果说把这个地方机车纳管、高架那个机车塔纳管，然后用免费免费公车来接驳，相对的空间就留出来了哦，路幅就宽了哦啊。这样的思维是说，你被港跳出不困难，嗯、但是你你拦路大条是吧？机车数把这个路幅空间空出来以后。 路就变大掉了，嗯、哦，安尼用这种思维来做，对，那当然是因为交通交通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是跟科学区有关系的，哦，科学有关系，包括比如说你那官普社校、嗯、就近入学这个问题，官普本来五七点，官普一期计划里面有一个文小地，就是学校用地，原来大概七三点七公三点七公顷。 啊，迄计位本来拢建比例啊四层楼，嗯嗯，临之间也盖成两层楼，是、嗯、啊，啊伊著啊伊好看啊，讲安尼个好看啊，哦哦哦，这、喔喔喔、是浪费，浪费，结果很多学生没有办法就近入学啊，是，哦、喔，这个就是很大的家长很大的问题。早上比如说有两个小孩，一个爱去跨学期去去念书，一个可能爱去读幼稚园，的，爱朝来朝去，朝来朝奔波来奔波來，啊，所以安尼作最。 产生很多的问题，就在这里。好，好，是。那你这个，你还有什么旧区活化？哦，旧区活化是，哎<後>，旧区活化啥呢？我现在<是>本来是总爱老年哈，是上上年年年去东门商圈呐。他在东门商圈，我啊去过年过节吼，最爱去东门商圈，为啥？为当买衫、买买鞋啊，拢过年时要去。啊你里暗时啊，假期啊，老力滚滚哦。啊，现在啊，这几年哦。 变受租了、啊，嗯,嗯、啊，按那变受租了、啊，要卖要租，要大家讲啊你，你那变受租啊，就很像啊、哦，我们现在台北市的东区这样子，哦、对，就慢慢就是、嗯、都是大家都不租了，然后就商圈就死掉了，對,对对，死掉。所以你想要怎么做呢？啊，现在我那一之前就拜托李永平副市长，是，一东西，五在台北市当副市长的时候，有有在做那个松恩文创馆或者是董事长哦，哈、哦。 那个几个几个几个成功的案例，然后请他来帮我们验，就是,就是说帮我们规划一下。第一个没有停车场，这里没有停车场，那个地方打开去要不方便，停车不方便不啊，较不爱去啊，较唔爱去。哦，啊，我们未来是说想要，因为要这个新竹市以前就几块哦，我这边新竹县的土地，哦，包括那个。 那个以前那篮球场，那现在停车场也是新竹县的土地，所以必须透过新竹县市合作，才能跟跟新竹县借借这个土地。啊，过体不同政党执政哦、喔，大概要交接的，较不方便，没重交较不方便。啊，我们现在，我现在跟杨文科县长，我们是同一个党派的，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协坐下来协调合作，把这个新竹的张先把它做好。 是这样，了解了解。了解是，因为我还是讲，因为政策太多，我只能跳着讲哎，<好><是>你所谓的女力政策，我们简短一点，女生的政策是，哎，现在是说，现在国家型女人半片天了、啊，起码型女人一片天了、啊。是是是。是哦，所以你你最起码你就一起主管了，哦，市政委一起主管，一定要有这个啊女性来担任，哦，这个是最起码就四四三四十三亿了，哦，那我们想说，是说。 这个，这个，让这个出，让这个女女性的这个服务，哦，更多元化，让人家就说啊，你不是在那你干那种，这个好像都是阳阳阳刚啦，吼、哦，很多很多其实说，那你那那市民赶快讲，哎，你你去政务办代志有啊，吼，干那，赶快讲安尼不是不是在讲馆长，你看个面面相无好的、嗯、啊，是但是你请。 你内心足善良的呀。哦，啊，那那来讲，有女性的刚讲，咱去一种那办代志，刚刚讲诶，不比较软性的一面，不会那个。所以你意思是说，第一步就是市府招聘女性女性员哦，那个主管呐。是是，女性主管。主管。主管。对。OK。诶，然后让两性两性呢平权平权是诶，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要走这个路线，走走这个路线。OK。对对。诶。 他说：“这边上面有一个女性升迁职场不易，怀孕被解雇，之前有一个很大的新闻料老大嘛。那这个东西你要怎么解决？<laughs> 其实哈，这个要要那个严格的稽查啦。<是>哦，这这起在共哦，我要我们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不合理，我们要替他讨回公道哦、啊啊、哦，讨回公道，因为这个你必你要我刚刚讲的，你要多生。” 啊，你就要鼓励他生，结果他怀疑你把他坏掉，这个跟我呢原来的想法刚刚好相违背啊、哦，这个是不对的。哎、欸，是，好，哎、欸，是。那我们刚刚讲治安，治安，治安，治安你有什么好做法？其其实治安是安内了哈，安内起码行得起的监视器在主要路口都有装设啊，然后我们检警警察局也有有一个。 很方便，就是追追追踪汽车这个牌照的这个技术哈、哦，非常的成熟。嗯，所以你经过几个路口以后，嗯，它监监视器会告诉你说这一部车号几号，多久以后开过去？是，就用用这个轨迹来巡查啊、哦，这个是第一步啊。哦、嗯，那第二第二个，刚刚我为什么想说机车要纳入机车塔？ 新竹市的机车失窃率最高哦是哦，好、哦、失窃率这管呢，哦啊，你如果那管，我可以借由这个那管来管理汽机车，以失窃例子较给哦。那所以我刚刚讲的说，这个移居移住的环境，就是一定要治安治安要好。你治安要好要好的时候，你这这边周边你有没有把它就是整。 这个检治安那个警证单位是不是进就可以控制？就是说这个层面进进出出哦，有什么状况都可以了若指掌。那你了若指掌不扰民的状况之下，人就唔敢到此，我们讲唔敢来讲啊，因为按照按照哦啊，这个人民就住在这里会，哎、欸，我住在这里很放心很安心，只用这种思维来做。OK，哎、欸，因为我们最近看。 台南开了八十八枪嘛，对，那昨天又不知道哪里开枪，然后打到送外送远，是，榴弹 K 到人家肚子里面。<laughs> 那针对于这个治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深入一点，就是说如何避免这个开枪事件的发生。其实这个东西，你知道我们台湾三天有一个枪击案，我们平均值大概三天，台湾全省加起来每三天就发生一起枪击案，<對>这么频繁哦、喔，<對>每三天。对。對 所以，所以为什么，为什么新的区找个派出所？是<一>哦，我们我们去我们区域联防，区域联防就是说，从这个比较特殊的行业里面去管控。啊、是哦，是就是说诶，这、欸、进出了，大概我们大概要去掌握说，这个有没有比较呃闲杂的人士？哦，然后不能不能让他有任何的这个。 哦，干架了，或者什么纠纷呐，啊，这些案例，然后就从从你的辖区里面去管控，新在期更简单，因为新在期的范围不大，嗯，啊，你去管控他的出入的混子，对吧？这人这人士，哦，然后从我们也要从那个学校里面，哦，烟就是有烟毒的这个东西，哦，当然香烟比较不是问题，但是你如如果是那个啊。 嗑药的这个问题，啊、呃，我们一定会去严办。严办，好、哦，我们不想有，不不想有这种东西存留在啊，从、呃、校园里面存留在在校园里面这样子。OK，哎，<Hey, S 2> 城市美学是什么？叫城市美学政策？哦，城市美学讲呢一个色彩啊，哈，那在你给你不尼系尊哈，哦哦、日本每个城市它有它的特、哦、它的特色，是颜色的问题。 那我们新竹，我们希望是说，也要有用这种思维，哦，比如说我我我那一天有一个概念，有一个老师画一幅画，他这幅画送送有三幅画放在我镜伴里面，镜总，那我说那个画，我去查了以后，他们这个画有在黄黄帝冈展出哦，那一幅画可能好几百万哦，但是那老师的观念是这样，他是不是说他要卖？ 卖多少钱的问题哦，而是他是说有多少人来欣赏，有多少人来来来来来来来想要看他的那个这幅作画，诶、欸，观念就不一样哦。我们一般以为说，诶、欸，卖到多少钱叫价钱的问题，但是以他们艺术家的的观念，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看多少人来欣赏。那你就要城市美学，如果预祝这个。 画画进去，这个色彩进去，大家来家看我。哎、欸，阿林姐的小姑娘不敢看哦，就引起人家的注意。嗯<是>，那因为你要你是以什么方式去让？希望用颜色，颜色，颜、喔、色来带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哦、嗯喔。比如說一个区一个区的不一样。阿林哥，我讲，一、欸、定来我来家，不喜欢很乱的色彩，或者是说啊、呃，没有规划的色彩。嗯、那我就是说我我，我比如我这这这一期。 可能就是黑白色，嗯，那阿奶家的刚刚哎，我的看了黑白色，嗯，哦、喔，啊，别的区可能是说，哎，彩虹或者紫色，哦、喔，是什么颜色？觉得、嗯、那你就，那那个颜色是涂在，不是，就是说你是你比如说啊，我这个区块黑白色，对不对？我可能招牌啦，招牌啦，墙、嗯、壁啦，哈、喔，或者是说这个这、那个霓虹灯，霓虹灯这设计都是这个颜色，哦、嗯，是，哦、喔，感觉感觉就说，哎、欸，我进来这里。 那刚刚拢这色彩就是刚刚拢一致性的，看起来就很舒服这样子。哎，OK，哎，好，哎，那你这边还有一个什么青年政策？啊、哦，中年的、啊、嘛，对不对？叫青年政策，鼓励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對>培养在地人才。对，有上穿越环境，争取赛事办理。是，艺文表演、迎亲共居、<對>居住争议，这么多东西，简约点。所以，都重点是这个就是青年政策，我们需要让青年。 有一个活动的地方，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旧城区这一块，我们希望从东门市场来找一找找二找这个二三楼这个地方哈、哦，让年轻人说，因为年轻人的创意哈、哦，你不能给他有太大的压力，第一辆租金嘛，哦，你你你来要做这一定要要租清楚，啊，你就是用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而你来教化小弟投的创意。 比如你要思考要怎么创这个写城市或者怎么样，哎，你就进来，哦，我就让你年轻人，你可以北漂的年轻人回来，我新竹市政府会给你有一个哦环境，什么环境？就是比如讲说，比如说我我我东门市场的三楼，是哦，我房我房我我有这个隔做隔间隔间给你用，嗯、哦、啊，可能一个月啊、哦，比如一收了一千块，啊，你来个过后。 哦，啊，等级不要去破坏，就很便宜的，很便宜的价钱。一个租他，对对，鼓励青年回来，北漂青年回乡，回乡，哦，让你有一个创意的地方。是，哦，啊，你有没有创意啊？工，哎，你因一一点要创，因为工作工作房，哎，工作房一点二几地方嘛？哦，工作室一点二几地。啊，我陪你做给你一个工作室。啊，你的抵啊，和我思考一下，啊，你要做哪些事情的底下，啊，你然后就刚才那。 白手起家嘛，吼、哦，一定无乱无消费资源，冇爱进物嘅资源，啊、嗯哦，是安尼啦，啊、哦，好，那你说这边有一题，就是说跟酒驾这个相关啦、啊。新竹计程车跟 Uber、哦、在新竹不好叫啊，然后跟酒驾连接。你要怎么做呢？其实这样，你你爱怎样好，咱、哦、就是讲哎呀，市民到底嘅心里去安心嘛，是，啊，你应求难免的嘛，是，啊、哦，那现在现在就喝酒不能开车嘛，啊。 啊，我我喝完酒了以后，我绝对不能开车。啊，一定是说啊，我差点呢，就呃电瓶车，哦，或或者叫叫意外来载。但是到底这个电瓶车来载的是谁，或者是说意外是谁来载？求知主主的人呢，记得刚开始当时那物件，啊，蛮不力，有什么？有什么意外发生，安有安全先，就是对我们市民没有保障。 那我希望说，透过政府去跟计程车或者 u b 来结合，做个平台啦，结合平台，我做一个很安全的平台给你使用。那每一个人都，你去应酬没有关系啊，我好你安全回到家，哦，而且社会，那就是大家拢安全诶、欸，这个社会就和谐嘛。哦，我们是用这种思维来做，哦，啊，都是自己几万东西给你应酬，自己找轿车，自己找代驾。 但是你喝醉了以后，可能搞不清楚说，昨天是谁带我回来？哦，没有，没没有办法去回想那个昨天晚上那个酒醉的状况。哦，就比较不不安心。是了解。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十这个、十四十大最想听的东西了，<嘿>好不好？是好。何谓八新竹八大弊端？其实新竹是、哦、有八个大弊端呢、啊，不止八大弊端。我们一直把它。 把它会诊出来哈，比如说从棒球场三点五亿，为什么一直加加加到到十二亿？那你动物园过去，个是动物园，动物园花了很多，哎、欸，花的三点多亿，三点多三点三点七六亿哈。那你把所有原来动物园有七十七种的动物，那你一死不补，现在变成三十种，就少一半。要少一半，但是花了钱。 花了那么多钱，啊钱在，啊钱花到哪里去？哈、哦，是啊，你为什么要花这笔钱？然后死了那么多动物，你原来有动物园，接着变成标本馆，就死光光了，死、哦、光光了，你就是变一死不补，那表示说你们要做标标本馆，哦，这个东西。那你过去的那个，比如说火车站前面的广场，第三个要围起来，是哦，围起来，围了很久，干嘛？哦，在施工嘛，施工是。哦 啊，比如我现在要讲的，施工前围起来，施工后拆起来，跟施工前差不多，差不多。<所以 S 2> 啊，花了,了啊中啊中不是，比如说你，我是有意思是说，当时围起来以后，花了那么多钱，uh huh. 拆起来跟原来差不多。啊、这些钱花到哪裡,花哪里去？花到哪里去？哪里去？哦、啊，所以多少钱呢？好几千万呢、啊。好几千万。啊、对呀、啊。 好，OK，那还有呢？哎、啊，你江将军村，过去那个将军村是，我们将军村过过去西安的那条街，那个，呃、欸，八二三炮战，很多将军哈要回来住在这个将军村，那将军村那个时候盖了这个，当然日久以后要要修修缮，花了二点四亿，各个找一家。 是没有文化资产背景的这个厂商来做，那他原来将军村要把把原来过去的这个将过去的历史留下来，是啊，你找一个不是这个文化背景的厂商来做，是结果改一改，你失去原来将军村的那种特色特色跟跟那个味道，啊啊。 花这种钱是花什么意思？是，<laughs> 对不对？哈，还有呢？哎，对。然后那个总图了哈，总图书馆，十六点四亿，留标十二次，哦，一次一次加，一次一次加，留标十二次。更更更更让人家不可思议的是，新竹大车站，是，从五十亿六十四到一百零四亿，哦，那你知道新竹市哈、哦，一一条铁路。 分隔东西两边，阻碍这两边的交通。那边这两边要行的，哎，你是高架，就是地下道。啊，地下道常常常常这个一下雨就淹水。那啊，那、啊啊、香山这一部分就平交到很多，哦，平交到常常有车祸。所以这个未来各县市都在做高架或者是地下化。地下化，都地下化，哦、都地下化，对,对不对？那你现在做一个平台，做这个平台只是。 一个梦而已，车辆没有办法过哎，好、哦、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等于阻碍未来新竹市的发展，是，这真的是没有办法让让人家接受的啊、哦！所以，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第一个，你花为什么从五十亿一直增加到一百零十亿？你宁愿把这些钱去做地下化，让两边的交流可以不会有一个平一个铁轨。 阻碍了两边的发展，那人交通也方便哦、喔，所以我就赶快讲这样代金不能一定不能让他有这个都还没开始嘛，还没开始，始<對>他们已经在招标在在在,在已经在在走索要进行，哦、喔，所以我们我认为这个是一定要把它暂缓，不能让他做，对，是是，是喔、所以我们这边网友最近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他说你身为。 新竹的议员嘛，二十几年嘛，为什么发生这么多的弊案，你们都没有监督呢？新竹议议会哈，新竹市议会只有监督权，没有调查权。我们一直要他提供资料，他都不肯不愿意给我们。后来有几个案子，我们也请检调去了调查站去了解，哦，但是调查站去调资料。 没够够没过没多久，主任、副主人全部被调走，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之下，点掉都要谁敢去去查这个？这是事实吗？事实啊，可以去查、啊。台湾可以这样子吗？呃，你去查、啊，事实上就这样啊。你说。 你说新竹的基调组的，就是他们调查局的人被调职，去查了之后被调职。这调职就调资料啊、喔！是是是，调资料以后，主任、副主任就被调职啊。被调职，新竹县市都被调职啊。所以你说那么黑啊？黑啊！所以你说议员有为什么不监督？所以是因为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监督啊！你没办法监督。我们一直要求他资料给我们，可以不给都不给啊，不给资料啊。OK，那我们没有调查权呢、啊，<是>我们有监督权呢、啊。是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诟病的问题，所以未来的市长一定要跟人民走在一起，而不是站在对立面。你没有，你不面对民意代表啊，你你感到你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啊，议员是给你在只能在议会里面骂你大声，这样骂了三十分钟有意义吗？没事，没有意义嘛。 哦，所以新竹照你说，你做了二十几年，长期来看是都有存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啦？以前以前不会这样啦，现在这七七年多来才碰到这个问题嘛。这意思就是说，你在里面调任何的资料都是没办法。我们不是说我个人，我们的预言，哦、喔，所有的预言要资料都没有，都没有，不会比较敏感的他就不会给你所以我们这个弊端里面就是说。 为什么正常来说，他不能不给啊。到底讲不能不给啊，不能不给啊！哦，你现在现在这个东西，法规本来就是说，是你民意机关就是要监督嘛，是要的要这些东西是法规就有规定说，议员民意代表要你资料，你一定要提供嘛。<是>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把这个弊端提出来，就是说我当选以后，我们一定会继续追下去。 就是你要挖，开始挖，你一直要追下去，因为要还给公市民一个公道。OK，你请你当选市长，这也是你的证件，就是说你要查弊嘛，对，你要公布资料嘛，是，你要把这些弊端都拉出来。是，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我为什么说我们当我当选以后要帮市民保一个安心平安险？全部人吗？全部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呢？钱<是>要花在刀刀口上，口上要花在市民身上。Uh huh. 过去一一个光明艺术节。 五天花了五点五亿，光明艺术节，光临哈，就是就是在那边办灯会吗？灯会啊，灯会后来没办成，疫情没有办成，后来办的光临艺术节，是花了五点五亿，五天花了五点五亿。<億>那对市民有效益吗？看不到任何留下来的建物或者什么东西成果啊，交钱是花掉啊。好，呃、那我宁愿把这些钱花在市民的身上，我帮每一个人保一个险，<是>一年才花。 五千五百万，你一个灯火艺术节、灯火节可以花保十一年，你说市民怎么想？哦,呵呵哦，对不对？好<是>，是、嗯，好，那我们聊聊哦，你对新竹棒球场的看法？那你当选之后会怎么样做一个全新的棒球场，还是怎么样规划？其实棒球场当时我们不同意他在现地重新做。 因年那个，他是他是本来就有一个球场在，一个球场在，他只是翻一下，把它翻新。他说翻新，哈，要翻新。嗯，当时我们那时候是说，你他执意说，为什么当时给他三点五亿？三点五亿是因为他不是要全部翻新了，哈，只是整理啊，呃，整整理个新嘞，哈。那后来他要翻新，我们就不同意了。嗯，哦，因为为什么那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哦哦哦，哦，立路、民务街本来道路道路就很小，所以打在塞加皮亚溪下溪下。 哦、啊，那我们就说你，你绝对不能在这里。他就执意要要在这里盖。<是>那后来他用中央款前瞻计划来。那你你要想民意代表，中央款啊，伊也讲啊，因为你个你会的动一上，我用伊也讲啊，中央没有咱钱，你,錢你錢不爱，名民不在知讲，哎啊，你议员呢，中央没有咱钱，你不爱。他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方式就是前瞻计划一,<是>一直加，一直加，加到十二亿。嗯 所以是中央的钱中央的钱，啊，客家你在哪里？客家吼，迄、喔、天七月十三号吼，喔、是，伊你，如果你讲七月二十二号要开赛、喔，啊，我们是想说，这个是新竹人的光荣，啊哈，大家拢就关心唻，啊，人家很流观去考察，去会看，欸、会看吼、喔，我那时候是，我以前是曼树里桥的主委，<是>啊，曼树里桥球场我们都差不,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哈。<啦>喔 我去看那个球场就很不平，你知道吗？哇，啊，这危险，这这,这棒球速度比那棒球要更快，啊、那个球会弹跳起来，会危险。沙那个沙子石头力好大，好粗哎。是<的>。哦，这沙欧一看了好，看到好几个缺点，跟他讲，没有改善。是二十二号就开赛，开赛以后你看那两个，小雪兄就停下来。你总统。 院长，有没有柯总？大家就去剪彩。那你好，这个这个是一件事情。发生这个大给农场要丢凶啊！你七月二十二号开赛，到今天哦、喔，已经过了几个月，还在施工。怎么过来走？啊，哥总，啊，表示什么？根本就是没做好，没做好啊，你就是因为要要要造效造势，要转，为为了选举，前你就来做这种。先勉强甲吹落去，勉强吹落去。 开播新剪菜啦，对後，后手、那個、后手过来。后手来，啊！你起码近那里以年有这个代志发生，所以大家才看到。不然以前他要做说，哎、欸，你看红红光光。所以我们现在，所以咱咱做梦已完咯。这几年这七年八年啦，你如果是讲民进党，我跟你讲，你民进党执政这几年啦，是。你如果是讲因做足多代志的，你查袂到。查袂到。然后过来是做足多代志，你又无必要做，是。 把这个棒球场再采起来，领五亿波必要走。你你你你花了十二亿，你以、啊、所以你列在新的在广，你有看到很多这种剪彩作秀的工程嘛？是啊,嗎是啊，就追吗？是啊，再签你一波你就追吗？就追啊！啊，不用理他了吗？那、啊、你起码就开始那么弊端，为什么写那么多弊端？好好类似于这些，我你今天花了一个棒球场，花了十二亿，你到别的地方去开开新开辟新的。 搞不好也差不多，下面他开下多钱，可可可以还可以带动那个地方的发展。啊你有公交来香山去，啊搞不好带动香山的发发展啊。是是是是哦，啊你讲的要，毕竟跑跨棒球啦，车流量大，是，遐的路面遐的停车地，红边啊，啊，是啊，啊搞到红边啊。哦我比如说我们香山运动场，啊好好，你们你开车来也好。 坐游览车的来的，因为因为边有西滨公路嘛，是是是是啊边啊迄个康堤啊足大的你会在个跟哪嘛，那如果没有车子的人，你可以搭火车到三线桥火车站嘛，都坐车的、搭车的都方便。这、那个以从一下，还有个更好笑的，嗯，盖这个球场盖了三百个停车位，球赛开打不能停车，啊不让车子进去停，不上啊。 啊！著我头先讲诶，啊未做好，毋是啊未做好，因为那个所在吼，喔喔、本来阮迄讲反对伊去诶遐就是讲交通无方便，路少条。如果你在人那么三百加过你去诶，够成四个啊。搁留了几个大车，哦、喔喔，所以讲，嗯、用一，万一，啊，伊现在要要,要,要开诶遐，伊搁创三百的停车位，啊，迄停车位冇加开，啊，加开。诶、欸，迄嘛，哦、喔，迄三百的车位嘛，惊死人，干死人诶，三点多亿。 好、喔、啦，迄毋是也真好开啦，所以即摆迄嘛无用對了对哇啦。啊，平常时也无人要去遐停咯啊。哦，对，啊，就是浪费，并无之关系啊。O <Okay> K。是。好、嗯。咱咱来讲新店，咱即摆讲新店，来做者网友讲，毋是我讲的啊。啊我去新店拢有好料的通食，因为青菜拢有，我拢去食迄个什么玉米鸡啦。哦 <laughs>、喔，什么贡丸汤、叉烧粉哦、喔，我毋是我讲的，新店新店的网友讲。啊。 伊讲新的小好食面啊，麦当劳，米其林三星的麦当劳。<laughs> 啊，市场干，哎、欸，你要算市场，干是安你还带二十挂，或者在地嘞？其实吼，对讲起古话吼，对我新老新的人哦，他们讲就无公平，就无公平，就无公平。啊、我刚刚讲新地单单一个港湾，港湾<園>，好港湾，唔得贵大气啊！对，唔得唔得贵贵，差不多十外亿里十间嘅品牌。 台南三白鱼汤，台南四杰咯，牛肉汤共意思、啊。是，吼、哦，哎、啊，讲完吼，无共境做的，差咯，吼、哦。哎、欸，真正无共食起来感口感都无共款。吼、哦。啊，逐个是讲，啊，比如讲，咱甲我甲熟个，我会固定去即间食吼，啊，你甲食固定去迄间食。嗯啊、是。啊，就阮老先爹，阮会去买即间来食看嘛，迄间来食看嘛，哦、口味都无共款。啊，<括>你安啦，互遮诶，新住民，甚至外来诶人。 啊，新店要食物件，较找较甲找着咯。所以阮就爱用一种跳蛙公车，你知无？哦，哦哦跳蛙公车就是讲，看在米其林迄、那个迄、那个思维啊！看在<對>米其林是伊，你要买轮胎，你知道？要买轮胎，啊，他他设计一条，一个设计，讲啊，你去旅游去住饭店或者那个哈，搞、哦、在米其林啊，叫<對>、啊、米其林这个物件啊。對對對啊，我们现在是想要说用。 正思维概念，就是跳蛙公车，就我连我假日我开只公车，免费公车，我可能会跟你去交流。家里交流，第一站到哪里？OK。哦，第二站到哪里？第三站到哪里？就美食公车的概念、啊，介绍这些对观光客也好，在地人都可以去搭乘。年轻一辈对麦哥卡村麦当劳的地方，那阿你摆了去无麦当劳？OK。好，那这边问者者咧，最近在上面的议题，就是讲丁阿爸有讲<嘿>。

跟好像我听了，好像是混乱、昏暗的哈，混乱的啊！混乱就是说，我也听到他们好像是办公室的那些助理都有变成好像是污点助理还是污污点证人还是怎样哈、哦？就好啊！这个当然我们不是不是不是在里面的，我们不了解、哦、啊是是是啊！我想他，我我我只是讲一件事情：当一个市长候选人，你一定要公开、透明、勇于面对是。 这个市民，让有市民有知的权利，那做任何事情，我觉得是说你要有责任，哦，能够有肩膀，能够抗压，然后能面对，然后好好跟社会大众讲清楚。我认为是应该是用这种态度了，哎呀，了解，对啊，他在他个体之间的是不愿意面对是面对这些东西，议员跟他讲什么，他就不愿意面对。 然后他自己决定他的事情，所以会变成说市民要的东西，议员跟他讲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他，没有面对他,他,做他的一个就一个跌。哦，所以比如说我们新竹市的里级会所跟活动中心，这些东西里长、社区理事长他们在管理，是市区里面在管理，他把它全部收回去，啊，收回去以后，你一定要。 一定没没没管理去插，你小区的临时电嘛没管理去插，没,沒,沒大家要用来去解决，但是大家因为不方便，所以就变蚊子管了，变蚊子管，哦啊要用要借要租金，啊这这这个啊过去办活动办那个这个比较那个啊比如说社团活动还要花钱，他们办不下去了啊，啊他们也没有经费啊啊所以大家都的不会用啊啊你应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回馈社会。 用自己的社会，这果你安尼从个大概都不能个用，怨声带道。到是，咱家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哎、欸，这间老兄多都这类恁之间的论文嘛，是。然后后来高安的论文嘛，是。啊，你自己好像也有论文嘛，是。啊，你自己可以讲，你讲一下关于这部分。我想要我第一时间，好，我第一时间，他们说我论文抄袭，我隔天就把论文准备好，我送到学校去，我。 教工学论会各些委员哈、哦，你你你公正公平审查我的论文。那后来，中华大学就还给我清白。伊安尼讲啦，咱讲诚实咧，咱毋是毋是学霸啦，哦啊，咱是确实实在在啦，哦是是啊，实在的实在在都，感觉咱写的唔好，啊，咱叫咱的艺术系哦，啊老、啊啊啊啊啊啊、老师，你那讲定讲写的不是很好啦。 但是没有抄袭啦，就是你就是照自己的意思落 <對啦 S 2> 去写啦，不去参考别人的，是啦、喔、所以你无抄字写甲无，实在就对啦、嗯。写实在，那个你写，啊那个你实在，那你写安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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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老师给我后来写论文给我就是说写的不是很好啦，哦啊,啊但是没有抄袭啦，哦安尼啦，啊,啊,啦啊 OK, <laughs> okay. 你。你你跟那，你跟那讲。 我们我们昨天问高宏安也知道嘛，就是说这个有所谓的整个大新竹那时候差一点对变第七都对，然后后来又没有是，那这些新竹现在已经变成新竹县新竹市，其实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大家都会跑来跑去，对对对已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对哈，啊、你怎么样跟现场做一个良性的是是这样、哦？谢谢谢安呢，哈。 新竹县是一日一日生活圈呐，大家拢看到哦，哦你头先讲两州会嘛，哦哦、啊，啊，其实要先从合作，哦，过去新竹管区就一家伙啊，哦哦，一家伙诶时阵，因为经预这个预算分配不是很好，但是分家之后，两边大家去拼，吼、哦，新竹管来去拼，新竹区嘛去拼，所以这个两边的政府都在拼，哦，啊，拼了以后。 大家生活，诶，拢是讲有竞争力嘛，哈、哦！啊，今麦你讲要合并，我讲很简单的一个东西。现在大家的，你要合并，第一个地质法里面本来规定说，要县市政府提出来，送到议会，议会再送同意以后，再送内政部。是啊、哦，这本来就有规定诶。啊，你今麦讲，为要跳脱这种，你要修改修改那个啊法修法。 然后说啊，因因因为怎样讲？其实因为什么？因为你一个人在在消化。那你合作，你要先你要分，你要和一个大新组，应该从先,先从合作。我常上讲嘅交通合作、高育合作、科、哦、科学区合作科、科呃科大家合作哦，把啊，比如说饮饮用水的问题，大家合作，说啊，家己嘅代志处理又好，交通合作，家己嘅交通从合好哦，还是讲教学。 这个复兴的教育问题，还是什么科技、科学，等等。大家先合作。我希望的是去，为什么常常去拜访杨县长？我们希望透过合作的方式，大家一个共识，共识大家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以后，让两边大家的成长，成长大家都都可以发展。阿伯、啊，要开始下计划、啊、上规划。阿到了。所以你也有打算想要帮新竹市升格吧？对嘛？你现在，我们现在新竹市人口四十五万，阿、啊、新竹县五十七万，到一百零二万。 按规定是一百五十万，再加，才才能才能才能合并，他们合大合并去都。是，那你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一百零二万开始合作，合作到两边的城人口数如果到一百，好不好都会上。对哈，或者是竹竹苗，或者这样都没有关系。你要先这个依法来办，竹竹苗也不错啊，对，也不错了哈，对，也是他离的很近啊，其实都可以谈呐，对啊，可以谈，只是。 要怎么谈啊？怎么合作？我先，我觉得先立足立足点应该先从合作开始。<Okay. S 1> 哦，你无合作哈，武侠做这代志哦，唔、哦、是按你行为讲，你你硬要人家不人家不嫁你，啊，你硬要要娶人家哈，按你是唔好噶啦。哦，即是按你、哦 <Wow. S 1>，是。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林大哥来。然后其实他，<是>其实我们刚刚在下面哦，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听不习惯，因为。 林大哥讲话较迄落啦，较较较较较较无啦，较未晓，就是讲啦，你较未晓工话啦。啊是。啊是。啊。在节目前就有跟我讲，哦、啊，以工会口令在我下很慢啦。卡很慢,、啊、慢啦。哦<是>、喔。所以台了、就是，那<是>最后我们今天也很高兴邀到你来，然后对新竹当然不论任何人当选，我都希望当选的人可以给我们年轻一辈。是。我在这边私人讲，然后体育。是。 跟年轻人，因为我自己搞体育的，台湾的体育真的很我我补充，真的很乱搞。我补充一下，我希望我当选以后，我会把香山哦，是作为一个体育园区。OK，啊，因为香山的土地很大很多，是啊都没有开发。想要培训人才就就是要培训人才，然后在那里盖一个体育园区，各项的运动，哎，是培养国家人才的一个地方。都不是说让人家休闲的，好啦，要培育也好，OK，反正就有一个园区这样子。了解了解，解。 好，那依照往例，我们来宾都有五分钟的发言权，然后就是拉票的时间。我们大哥是几号？哦，三号。三号，Number Three。哎、欸，是来。阿怪奇市长候选人，抽到三号。那三号就是说，市民是我的靠山。那我要做的是说，要把老人照顾好，小孩照顾好，让我们有政策，有愿景。那希望年轻人在新竹工作。 没有后顾之忧，减轻大家的压力，所以我们希望从这一次的开始的选举啊，能够让市民看到说不一样的选举。为什么不一样的选举？我们一定要先把福利讲出来。哦，比如说我刚刚讲老年年金，六十五岁以上老年年金三千块继续花，放宽标准。哦，重阳津贴从两千块提升到三千块，我要帮所有市民。 保一个安心险，也就是说，只要你在新竹市住满四个月，户籍住满四个月，我都给你老中青幼，我都给你保，让大家住在新竹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当然，各位很清楚，我们基础建设、路平、沟通啊，灯要亮，这个很简单，一定要做。为什么要做？因为我们过去污水接管率很低，啊，很停留一段很很长的时间。 尤其在光浦地区，那个每三个月就会臭一次，因为它没有接管哦，所以我们未来可能会先从这个地方来找手。然后，当然我会帮所有的新竹市民，每一年用高压冲洗机把每一条水沟冲干净，就是要让环境更好啊，让这个不会不会积水。当然，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基层基础的地方来做起之外呢，我们还有愿景，我们要把交通。 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年轻人的问题，或者是说啊、呃，这个体力的问题、哈、哦，老人的问题，都把它做好，有有福利、有政策、有愿景，让大家生活在这里一居一住啊、哦，然后舒适，生活没有压力、减压，相信您肯人，心竹一定会搞更好。好，我们。 谢谢今天林大哥的来我们这边讲了非常多的政策，那也希望，其实接臂是大家最主要的啦，<對>哦、就是说大家很怀疑嘛，当然这个东西也只是对，按照法律来说，我们只能在这边讲哦，因为可能林大哥在在地我，我也我也我也在这里向所有乡亲报告，我当选以后，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哦，弊端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还给市民一个公道。OK。 那也希望大哥可以重视运动治安，年轻人未来的<是>年轻人真的很重要，是年轻人未来的发展是。好，最后我们感谢我们林大哥今天来哦、喔，然后我们跟这一集这一集说再见，来拜拜，谢谢谢谢。謝謝